南人乘船，北人骑马，南拳北腿各有独妙。长拳为北派著名拳法的广泛称呼，流传于黄河以北区域，动作优美大方且架势工整，有气势磅礴、行云流水之风格。在技击上，讲究一寸长、一寸强之特点，故称长拳。另一说长拳亦称太祖长拳，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创之拳法，是当时操练兵员的训练方法，故又有长官之拳一说。自古以来，北派历代武术名家都喜好以长拳武术作为第一套奠基之拳。最早有套路的武术，相传是以宋太祖太祖长拳为主，很多拳法都是太祖长拳延伸下去。就以螳螂拳来说，号称十八家武艺融合，第一家也是以太祖长拳为首。那包括太极拳追溯上去，也可以从太祖长拳延伸下去。那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长拳是水，水化万千。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流派，他们必须要先练长拳为开门拳。韩基祥毕生在追寻祖父韩庆堂的拳术。韩庆堂人称千手擒拿，为中央国术馆第一期第一名毕业，为中央国术馆代表性人物之一。民国38年来台，致力于推广武术，迄今军警宪兵等学校习练之擒拿教材，就是当初韩庆堂老师所传。其实当时中央国术馆它是以快速的聚集全中国有名的武术家聚集在里面，然后快速的集训，分到各省军队里面去做后勤的一个支援。那因为当时的环境是在打仗嘛，中央国术馆它又有另外一个功能，它就是将武术提升为国家之术。所以在中央国术馆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编整教材。因为当时很多的门户的关系，所以中央国术馆提出要划除门户之界，强调体用兼备，套路跟实际的应用必须要合在一起。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又提出了文武合一，所以他们有创满江红拳这一类的拳法，满江红岳飞的词，他们一人一句的把它编整出拳法来，然后边吟唱诗词边打拳，这是整个中央国术馆当时编拳的一个巧思，那所以体用兼备，文武合一，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术德兼修，这是整个中央国术馆教材的一个特色。好，来，我们等一下教大家做唐诗拳法的咏鹅诗，等一下跟着我操作。一，两手交叉互助下裆，好，拇指要扣哦。二，握拳，大拇指在外面，收回腰部，往前打出去。传统武术它是延续祖先的智慧跟文化，那所以必须要传承的非常的严谨啊，因为以前的武术除了智慧以外，它有一部分是它是生存之术，所以必须要有它一定的攻防的意识在。握下去。手掌尽量往上撑，顺势站起来，上手碰到下手，掉下来成弓箭步，是回身砍回去。好，我们再一次脚并拢。好，这是唐诗里面的咏鹅诗。抱拳预备，手交叉，握拳收腰部。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对了，手掌尽量往上撑哦。站起来，白毛，白毛，浮绿水，浮绿水。好，最后一句，红掌拨清波，右手碰到左手。对了，再同时换手拍，然后连续两掌哦，开拍，把手掌拍到红就是红掌。对了，拨，把水拨起来，像洗脸的动作，再一次拨，拨，清，右转身，金鸡独立拉起来，拨，推出去。对了，所以手护耳往前推，红掌拨清波，收。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用这道拳打木人桩，再用这道拳双人对练。
好，那我们接下来教你们打咏鹅诗唐诗拳法的木轮桩。好，来，那我们把刚刚的动作套的木轮桩做一次。第一个，你可以右脚在前，或者是左脚在前都没关系。好，来，我们切进去以后抓住它，往前预备，收回腰部，再次一二三，左手，屈下下，白毛绿水，红掌。轻收，试试看。来，你先。对，来，抱拳预备，手交叉，哦，要碰到它哦。一交叉就要碰。对，碰到它，然后抓。对，来，来，你再。这是你要把它拖出来就对了。哦，再一道，来，你看我做一次哦。哦，这个碰到第一个碰到它要有声音才代表它会痛。OK。一。对，来，对，这个要拉。那所以你看到、哦、脚踢过来，还有一个腿踢过来，一接的时候拉过来，结束了。哦，所以接腿，所以你要有摩擦力。一下，这三掌有个关键，来，你拳头打过来的时候，我从里面进去，我要从里面进去，我不能够他拳打过来，我这样子我会先被他打到。好，对，抱拳预备，二、三，好，拍，左手收回来，好，拍。屈下，好，抓着，向天哥荡过去，右手，对了，就是这样子，来，试试看，来，好，停，预备，好，来，一手交叉，握拳，收回腰部，好，要念哦，屈，对，屈下，向天哥。天哥，对了，要念出来哦。有没有看人家打电动旋风腿要叫旋风腿才能打得出来一样？对。今天是我第一次打木人桩，所以就一直都蛮想打的，都蛮开心的。之前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然后今天这样练的时候，就感觉它是也是很好一种训练方法。再多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人当木人桩，然后都不能动，训练自己的眼睛哦。等一下打你的眼睛不能眨哦。OK， 哦，来，哦。屈向天哥，停到这边就好。OK， 好，来试试看。哎，走，屈向天哥，对，交换试试看。好，有仇，对，有仇报仇嘛，对不对？来，握拳头。那我们再延伸下一个动作，就是活动的木轮桩。好，来出拳，屈下向天哥。OK， 再一次哦，预备走，屈下 ，OK， 变成反射 ，OK， 试试看。传承他拜师仪式，或者是他的任何的延续的方式，他都有他的一个意义在。不管你怎么样的传，你必须要先了解。传统它的任何一项规矩，它的一个原理原则，否则你在传的过程中，你可能就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如果有多余的动作，你要了解它是在哪一个时期的时候，它可能表演艺术化了，或者是哪一个老师刻意加进去了这个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它的目的的话，这样传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完全不知道这一招是怎么来的，那其实就等同于是失传了啦。来一次，嘘。等一下，屈向这个钩子手要出去，向对向往他的鼻子打就对，向是不是鼻子很长？对，往他的鼻子打就对了。好，也要连结嘛，教小朋友要连结啊。屈向向天哥，对了，你看就记得了。稍微有点那个跳舞。对，没有啊，跳舞又没关系，跳舞可以打人更厉害了，有没有？屈向向天哥，有没有？对。对，会，我觉得会被拉走。对，会被拉走。唐诗功夫嘛，就是有创意。那我原本就会觉得说，这个唐诗功夫能这样子用吗？就感觉不太好。我自己原本这样觉得，但是我今天体验的时候，其实发现它就是也是蛮好的。我觉得这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脖子砍下去，所以当他一防守，白毛浮绿水就进去了。就是下一套。对啊。
一接刀，二点地，三劈刀。兵器为什么后来兵器是放在第二个阶段？就是说该有的拳已经有概念了，你一定要赶快接到兵器，你的步伐才会活起来。所以练兵器不是只是练套路把腕而已，练兵器是要练两人的对练。对，因为我刚刚讲的嘛，拳走步伐走错了，顶多跟他拳头互换一下；兵器步伐走错了，会互换一刀，就会对，很可怕的。当我做劈刀的时候，他做架刀，他劈过来，通常是我们缺或者是我们一样，这边做护身，哦护身，再下去，对他这边 ，OK， 哦这是几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再延伸到棍子，我们棍子里面有很多打花的动作，哦一样，他劈棍的时候，我是不是一样，这个角度一样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棍有很多的挂？劈下去的动作哦，所以当他劈过来的时候，我可能是做挂，这边就下去哦。他这边过来的时候，我这边尾巴这边进去，他一抓着我的棍，不管我是手掌还可以再推，好吧？就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他是有他的目的在，而不是好看。很多人练起来说帅，啊帅当然是有他的表演艺术成分在，但是说他的前提是你必须要符合武术的攻防概念。艺术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就改变。为了一些视觉效果，然后其实很容易就失去它原本的整整意义，就可能变得很花俏，但是没有它的精髓在。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一块，我觉得是很让我感动，那个精神是就是发自内心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必须承接下来，然后让这么精华的东西继续发扬光大。这叫健全。这叫剑拳，用腰提的剑绕拳。为什么剑跟枪有它的关联性？在于这个拳这个概念。我们延伸到枪的时候，枪也要有枪拳哦。当你的枪这些有概念以后，我们就要准备化械为拳。我们剑里面最常出现的这个点剑，点下去的这个手。它就是一个擒拿手法，做一个示范。假设说这只手借我，哦，你看我就是只是这样子做，拿吧，就下去了。OK， 来站起来，没发现你站不起来，这就是一个擒拿手法，有没有？点剑，哦，我做，我轻轻做一下，你感觉不要怕，哦，这样子，好、哦。OK， 来，请起立，你会发现起不来，这就是一个擒拿手法。好巧。哦，对，这就是一个从点剑开始做出来的动作，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化械为拳到擒拿？啊、哦，当年人家称我祖父叫千手擒拿，部分就是他透过兵器去延伸到擒拿的手法，都是这样子演变而来的。那千手擒拿基本上千手指的是牵引对方的手，哦，牵引对方的手，到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有一千只手来美化它了。然后再绕，好吗？我们在京剧里面常常看到的这个花手哦，在长拳里面叫五花手哦，五花手哦，在实际在应用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用法，那不外乎摔跟拿是它的一个特色，配合身法步的一个游走。应该是说舞蹈有很多的元素跟长拳或者是跟整个中华武术是有互通关系的啊、哦、那这个必须要追溯到最早啊、哦、有历史记载的是在尧舜时期，那延伸到民间宋元时期的戏曲里面的武打武功这一块，它跟武术就非常的有关系。假设说我做一个擒拿动作，拉下去旋转，转过来的时候，我瞬间拉过来踢它旋转，好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应用法。传统武术重在恢复，恢复之后才有兴起，才可以复兴。武术首重武德，还有技艺、方法、理论与层次。层次即是境界，境界高就会信因果、明善恶、尊道重德。然后勤学苦练，可以提高技艺或悟出高理。只有这样，才能复兴传统武术。寻根，这除了寻自己祖父的这个根源以外，我寻到后面，我发现寻的是整个中华武术的根源了。那所以长拳在验证的时候，就验证到祖父，在网上验证，又验证到了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的东西再验证，又要在网上验证上去，最后饮水思源，就整个查到源头去了。对，所以其实传承它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在
饮水思源。你技能高，如果你不懂得饮水思源，其实相对的你会失去很多文化的一个精髓。很难有一个媒体来办一个比赛，让各门各派来参与的，这个是相较于一般的这个武术比赛比较难看到的。我觉得新唐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媒体，举办了武术的一些比赛之外，也举办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新唐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从2008年开始就很有远见，愿意来做传统武术这一块，那直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五届的。新唐人在维护这个传统，很用心的。新唐人呢，用这个传统武术的比赛，我期待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为了一个信念、一个理念，大家在动，这种团结的一种能量，你不觉得很大吗？我觉得这是很崇高的工作。去不一定要拿奖，但是去你可以观摩。第一个是观摩，我觉得每个门派都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是展现自己的独特性，也去欣赏别人的不一样地方。你打好一套拳，跟你一个人对着空气打一套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的胆识啊，那可以训练出来的。在这个氛围，你都能很平心静气打完的话，我相信你，哪怕你上去对3000多个人。做一个简报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的平稳。这就是一个中华传统武术的交流平台，非常需要，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新唐人电视台第五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提供各家好手展示传统武术，虽然已圆满落幕，但传统武术复兴之路仍不会间断。我是进来，你自己绊倒了，不是我摔你。他这样伸你进去以后，是你的重心往前。啊，借问一下，有没有打？打到硬堂。武术他们就是，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兴趣，为了他自己的师门，或者是他为了传承这个技术，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看到他们无私的去奉献，感动，就是其实我是很感动的。我们以前在北方呢，把那个麦子啊，整个布袋把它拿起来甩一甩，抖一抖，把那个麦子呢从